你发什么脾气？凭什么抢我手机？还给我！我不抢你手机，你又往外借钱。我往外借钱怎么了？那些都是我兄弟，他们好不容易张次口，你让我怎么拒绝？好不容易三个月借了五次钱，他们哪次不是说手头紧来找你借？结果呢，拿着你的钱出去花天酒地，你傻呀还是冤大头？我乐意，我兄弟找我借钱肯定是有急用才开的口。兄弟，你仔细算算，你借出去的那些钱收回来了多少？每次我们家急用钱的时候，你像个孙子一样去要钱，有谁考虑过你的感受？你自己觉得你很仗义，可人家都拿你当傻子。我嫁给你，我每天省吃俭用，我们自己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你去外面充大头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责任是养家糊口，不是去做打肿脸充胖子的慈善家。爷们就要勇敢去冲。